各位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日四月二六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病例已经连续两天超过五千例。目前，咱全国计共有87,000人正在居家隔离。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从今日开始要改实施3天加4天的隔离限制，也就是前3天居家隔离，若第四天准讲快筛是阴性的，就会当出门。另外，嘛甲考虑范围变较细，大做伙厝内人，同班的同学，工课场救风灯，是可能等的同事隔离就好。若从今日开始，嘛无要阁公布较真正去过倒位。本土疫情也未降来，指挥中心宣布自二日开始实施3加4居家隔离新制度，前3天居家隔离，一人一室为原则，第4天快筛阴性就当出门，要过爱全程挂水烟，未当伫咧餐厅内边食饭，未当自餐自会，未用参加大型活动。伫自主防疫期间，会当坐大众交通运输出门工作，要过依然是卖去学校上课。那基本上哈，在专家的讨论认为，在学校里面直接叫去上课，可能这个风险就相对的高，所以可能在这个自主防疫的期间，当然没有做这种所谓的居家隔离，但是在自主防疫期间，那还是不到学校上课为原则。扩列的范围也缩小到，较真正大做伙亲友、同班的同学，一个同职场、交往过密切接触的同事，自即马开始，原则上是未搁再公布较真正的卡点，也简化重点疫调。即马已经隔离超过3天的民众，立即就当解除隔离。国际的一个研究里面，3天的潜伏期大概所有的研究都是潜伏期在2.9到3.1。那你这样子的时候，大部分在第三天或者在第四天，他要开始出门的时候做快筛，基本上发病的比例被验出来的可能性已经超过80%。那相对的，再又加上后续的每天都验，其实会避免往外传播的可能性增高。指挥中心讲，看所得来疫情的发展，再来考虑规定是不是搁放零。因故医生甲专家认为，伫即马就采取3加4措施，除了会拄到地方扩列速度上慢的问题，有可能会增加社区感染的风险。那目前因为疫情还在上升段哈，整个疫情还没有稳定，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措施呢，其实是有可能会增加这个社区感染的风险。专家认为，这么防疫一边就放上令，疫情恐怕成长太过紧，增加社会压力。重点疫调部分，未来电子表单也是当自动化，疫调工作就当减轻真多。严格卫生单位的工作也是真重，所以来一家人力转移到就医这部分，轻重症的分流，国家政府要更加多人力来应付。记者综合报道。从今日开始，居家隔离改做3天隔离、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严格这个新制度，双方拢无认同。伊是认为讲，爱隔离3天，所有行政流程同款拢爱照做，根本无法度减轻负担。伊是呼吁讲，甲隔离改做居家快筛。那台北市嘛已经宣布，第一类甲第二类的医疗人员、防疫人员，用筛检代替隔离。主管防控的隔离，一人会互分7支快筛器。体检阴性的就当去上班。另外，台北市嘛改讲，较真正即马收到通知，爱家己主动去填疫情调查的资料。台北市各高中接力个启动扩大，远距教学延连一礼拜，大约12万名学生在三天教学。不过，台北市的库克云中道今年出现各种情形，台北市教育局表示会对厂商来开发。另外，即阵本土疫情扩大，台北市长郭文铁表示，确诊数一定会指数型来上升，用检查代替隔离一定爱做。二日开始，第一队、第二队人员相关机关先做，被包列的人一人发7支的检查剂。每天上班前要做。阴性的才上班，但阳性就退下去。但是前面3天可能比较危险，所以每天做。5、7、9就是后面就2天做。是不是整体适用用检查代替隔离？郭文铁表示，要一寡调度先试行，再做拍算。另外，有未少民众投诉，确诊一直无接到卫生局电话，所以讲台北市确诊者赶紧通报，也比中央先上线。民众伫病院采检 PCR 阳性确诊了后，会发赶紧线顶来写文件，对包含密切接触者等，自主来疫情调查。
执行通知的时间跟行程的流程。另外，中央提出三加四隔离缩短，台北市也是希望用检查代替隔离。可能他在第三天可能都还没有办法拿到我们的居格书，那中央是要用资讯系统来改善，不过在还没有改善之前，这现在来说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沉重的行政成本，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用以筛代隔的方式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吴先生讲，目标自己买500,000剂检查器剂，即阵正伫甲业者协商看到会状况，用检查代替隔离的优先来提供。新北市也对三加四无啥认同，双方拢认为只是隔离天数减少，相关的行政作业流程并无啥物改变。现在还在剂量，还没海啸。当海啸来的时候，你只能保有中重症这些的医疗量了。其实，在这样一个行政流程的作业上，并没有减少。侯友宜呼吁必须让政府自主隔离转型，以自主检查加自主健康管理，才好都让公卫能力全力集中照顾较紧病人。即阵新北市自主隔离人数超过3万，特线来请管，一定要来做调整。记者陈宏华报道。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5108例，双北拢超过1000例，新北上济有1861例。因为即马确诊者愈来愈多，指挥官但是听讲，即马阁公布确诊意义已经无大，所以袂阁公布啊。地方政府只要做重点的疫情调查就用的。国内新冠本土疫情自个礼拜一新增加5108例本土确诊病例，创下单日确诊新冠，其中双北千多例，新北市1861例上济，国内是台北市1050例。桃园市696例，基隆市339例，宜兰317例。昨天来比哈，昨天是5000多嘛哈，增长率看起来很低哈，不过看看还要再观察给两天，是不是有礼拜天的一个效应。另外，新增加16例中重症患者，也是从疫情以来单日新冠。其中重症新增加1例是80多岁男性，本身有腰椎病，注过2剂疫苗，在加护病房治疗。重症是新增加15例，年纪为20多岁至90多岁，有6个人注过3剂疫苗，1个人唔捌注过疫苗。其中比较年轻的是2位20多岁的，分别是一位男性跟女性，有男性有没有接种过疫苗，那女性有接种2剂的疫苗。那这2位当中，有一位是有高血压病史，另外一位没有慢性病史。确诊人数持续增加，但是中表示即马公布行过什么所在无意义，所以未过宣布确诊者行过什么所在，地方采用重点疫调。公布相对确诊者的足迹已经意义不大，那反而会认为就是说他因为没有办法调查那么完全，反而会误以为就是说没有公布的足迹就完全的安全。但是重点疫调主要是以卫生局做中心，有确诊者爱回报给卫生局，用电子表单填报做伙带来亲人的资料，出来若是有囡仔嘛爱填写读册学校，到尾用电子双向开居家隔离单。进行3天的居家隔离，4天自主防疫。国内头一剂疫苗注射率是84.51%，第二剂是79.78%，第三剂追加剂是57.84%。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家人有一间妇产科，发生病院内底的群聚感染，有6个红孩仔，2个护理人员，1个红孩仔的家长，计共有9个人去围着。4月23日时，有2个红孩仔已经先送去南口的中间病院治疗。若详细的消息是，另外4个红孩仔伫早暗马上去台北荣总马偕病院，即马要由医学中心来治疗。救护车紧急把红婴仔送往中坚病院治疗，因为家人一间妇产科诊所发生原来规定小话，家人市政府调查，而诊所一个护理人员快筛阳性，把诊所通报，诊所对所有红婴仔快筛阁通报卫生局，而送进行转移 PCR， 拢总6个红婴仔、2个护理人员，甲1个红婴仔家长确诊。小朋友的状况恶化有时候都是非常快速的，不像我们大人。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原则，那我们担心说小朋友会状况不好，所以我们就请119来帮我们转送到医院。不过因为红婴仔小连续发生血氧浓度不稳定的情形，于是暗时2个红婴仔送去中坚病院治疗了后送到回来，如果再去又一个红婴仔同样送去中坚病院了后送回来妇产科。是希望说政府单位有没有办法，就是一个地区让我们家属去那边照顾小朋友也可以，在那个区域里的那个医疗设备是完善的，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也可以马上对小朋友做治疗。新生儿的中心，
它并不是普遍设立的。那万一在长庚医院如果有一个严重或是一个重症的变化，当然他们就会联络林口的长庚医学中心，他那边有新生儿一个专责的一个中心可以收治。因为阿姨的照顾要特别设计，小儿科医师表示，如果阿姨出现发烧吃不下的这个症头，家长一定要特别设计，除了自己快胎也要送医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是高温烧热，未输热天同款。西半部的高温有36度，爱四级过头了后，可能会落西北雨。再回来来看有分图。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晴云到好天，只有东部、东南部的沿海会落短暂阵雨。过头了后，大台北、东北部山区拢会落西北雨。中昼的日头会真猛。高雄、屏東、瓦勤山區也是好高，會到甘麻色的高溫頂好，高溫會當到36度以上。若拜三到拜五的時候，會受東北風的影響，在北部、東北部會稍微轉涼，稍微變天，這方面的水氣也會增加，高溫大約會降10度左右。另外，即阵伫南海的附近有热带扰动，当地发展可能伫4月底、5月初有可能会变风台。啊，那水气毛可能会影响咱台湾，严格这部分也阁需要观察。高雄、桃园、南麻社山区、成山、门雅产量是占咱全国一半以上。今年大出，严格说无大盘要来收。高雄市的农业局是表示，主要是拄到疫情，外销订单有减少，真侪大盘即马也够库存，才无人要来收。梅农一年的心血拢损失惨重，高雄市的原民会即马要替梅农申请生活救助。唔啊！落地三峡道路数量侪到，车经过拢会交出连台粉，都像经过唔啊河流共款。唔啊，同无奈讲，无人收烟，唔啊只会当可以自然落落来，也定义几年都会先落去了了。往年都有说过，刚开始大家很高兴哦，梅花开得很多。你看一天过一天，梅子慢慢黄，我心都在焦急了。启动我们落果补助，也让我们农民一年的心血能够得到一点点的补偿。高雄市全国五上大山区三至五月是大出，桃园、南麻社、六股等山区拢有半箱收购五啊。今年因为气候湿度适合五啊成长，产量比去年7300多吨增加大约30%，来到9085吨。刷拄着疫情，所以外销订单变少，国内收购量就水，农民规园的五啊无人买，只好放伊落果烂去。采收梅子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去芜存菌的一个动作，这样子让品质好一点，收购的价格相对的也会比较漂亮一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对山区的梅子进行行销推广。山区马农损失严重，原民会甲农业局拢侪人关心。农业局统计，真侪马家工厂拢还阁有80%的吨灰。政府将结合农牛署甲嘉兴六区农会，启动1200吨的马收购计划，也会走出通路协助销售。另外，生活困难的马农，原民会将规划生活技能救助的补助方案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世界雄心只会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疫情指挥中心进前有宣布，轻症也是无症头的，较真正会当点，会当改用居家照护。严格来讲，可能会因为无去大医院，会请到劳保的伤病给付。劳动部即阵是表示，劳工较真点厝内照护，有专人去送药啊，去较真病情，用那亲像大医共款道理，做拍算的放凉解水来处理。伫即礼拜就会定案。来看《中国时报》。台中市有一间算命工作室，一个姓黄的负责人发现台北的同行竞争的对手有开大钱，去买 Google 关键字的广告，跩超故意恶意用手机啊、电脑去点这个关键字，时间有一当半，害对方开大钱买广告，煞无生理上门。受害的业者是发现了后，随报警察提出告诉，警方嘛介入侦办，起诉台中姓黄的这个算命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主计总署有公布，去年10月份全体公车的薪酬一个月平均的薪水是40417元，年增率是2.31%。其中月级30000元以下的，在全国有246500人，占26%，人数和比例都是历史新低。即阵疫情严重，真侪保险公司防疫保单已经拢冻店，拢无要卖啊！甚至去年八月，最近要到期啊，保险公司嘛无爱让人去继续签。有人客认为安尼不合理，权益受损害。
金管会是表示，总共客户已经有六成啊，安尼保险公司都爱照片照镜。民粹爆料社团不少民众写文章讲，明明收到防疫险自动续约通知书，结果无过几天就收到感性的通知，不爱续保。富邦产险已在官方网站公告，续约保护必须在四月二十以前缴钱，契约才算成立。另外，经由信用卡甲银行生效自动续约保护，最近收到五六月前缴费就应的通知，拢无准算，一路不爱上保，或者保护是感觉非常的生气。他们想说，那就我就乖乖等。昨天收到所有的准据，五月份通通不做续保动作。有些人就说，那你们的所有的一些来年的一些续约啊，通通都不做，就要等到比较。虽然续期缴费他已经寄出没有错，四月二十号之前完成缴费，有点像是变相的提前不让保护续约。富邦产险发声明回应，强调必须依照实际情况做续保加风险的控管。对着无法度受理续保的客户，感觉非常失礼，并且强调重新推出以中重症患者新保单。金管会保险局强调，防疫险属有一年期的保单，具有无保证续保性质。保险公司已经评估是不是续保。信用卡扣款应该是款还没扣进去了，是在二十号之后才扣进，他就不同意续保。我觉得他还是有检讨的空间。一年一保单，这是契约里面约定的，而且他不是保证续保，就可以有续保的一个同意权。不过保险局强调，富邦产险通知不合计划相关，依然进一步来了解通知的过程是不是有缺失。另外，已经缴钱的客户契约就已经成立，不管怎保险公司拢必须爱履行这个契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五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2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5221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61686例。中国病例伫 WHO 的统计数字是超过100万例，日本超过769万例。韩国超过16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三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是超过2800万例。俄罗斯拍乌克兰这场战争进入第三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头摆去基辅，有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会谈。除了有讲到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布林肯也讲美国的外交官真紧就回去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俄乌战争后第一遍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这是俄军入侵以来美国访问基辅上高层的官员。伊甲泽伦斯基讲，美国会提供超过3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资金，也批准卖1亿6500万美金的弹药。布林肯讲，美国外交官这礼拜就会回去乌克兰。As a further sign of our commitment.I intend to announce the return of our diplomats to Ukraine. I think we will start probably in Lviv and then move to Kyiv. It may take a few weeks, but I'll announce that tomorrow. In addition, the president will announce his intent to nominate Bridget Brink as our next ambassador to Ukraine.俄罗斯国防部二五讲，已经摧毁六个铁路终点的变电站，因为这挂铁路是用在咧运输外国的武器。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讲，这么停火无意义，会乎乌克兰军队有机会重新集结，发动更加侪战术。对布林肯讲，俄罗斯正伫咧失败，乌克兰正伫咧成功的讲法，也提出反驳。I don't think we failed, frankly. We conduct our military operation. It's not a war. It's a military operation. It has its own.Strategy. It has its own aims. It was never meant as a blitzkrieg. I don't know. It was something that Secretary Blinken maybe was imagining. And it's really very difficult to comment on Secretary Blinken's remarks because they are very contradictory. Ukraine 国防部二五讲，俄军继续伫咧乌东发动攻击，严格拢和俄军击退。英国国防部的报告是讲，俄军甲重点转向占领顿巴斯地区了，即个有淡薄仔进展。这两个月有15000位俄罗斯的士兵死亡。It is our assessment that approximately 15,000 Russian personnel have been killed during their offensive.
alongside the death toll or the equipment losses. And in total, a number of sources suggest that to date, over 2,000 armored vehicles have been destroyed or captured. 俄军也损失60多架直升机加战斗机。华伦斯讲，俄罗斯25派部队已经失去战斗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上新的演讲中，希望乌克兰人和俄军在这点袂落去，感到艰苦，也强调俄罗斯无法度赢到这场战争。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全世界的第一好家人马斯克5月时宣布，要用$440亿收买社群媒体 Twitter。就伫收买介绍公布完了后 ，Twitter 的股票介绍随即6%。Twitter 董事会同意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所提出的$440亿的收购提议。Twitter 执行长阿格拉华在 Twitter 大文讲 ，Twitter 有影响整个世界的目标和相关性，为团队感到骄傲，是了这个前所未有重要工作的鼓励。马斯克在的声明是讲，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正常运作的基础 ，Twitter 就是一座所谓言论广场，会当讨论关系人类前途重大事件，就算是对于上恶毒的批评也会使。He's buying it for ideological reasons. He's been alluding to the idea.That he's going to make a really substantial investment either in a social media property or in a news company, in order to push back against what he sees as an encroachment on free speech, and liberal ideology. Twitter 转推的功能虽然真强，严格也可能把错误的信息扩大转发出去，这是 Twitter 遇到上大问题。这几年上受到注意的就是。以有煽动暴力风险为理由，甲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口罩永远停用。When Donald Trump was taken offline, there was a 73% reduction in misinformation and lies about the elections almost overnight. There was so much kinetic energy around his social media accounts that he was literally warping the algorithm. 马斯克伫咧4月初将在 Twitter 上台股东持股9.2%，被邀请加入董事会，严格以拒绝。不到两礼拜前，马斯克放出要收购的消息，并且讲 Twitter 有强大战略，伊将这股力量放出来，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除放量内容的限制，一个将所有机构做拢提掉。迄当阵 ，Twitter 是拒绝马斯克的收购提议。Twitter 当时回讲，这件交易的资金是来自马斯克已经提到的$255亿的债务加保证金贷款融资，一共差不多$210亿的股权。严格这件收购案，一个要等推特的股东加监管机构批准。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镜头来法国，法国总统第二轮的投票嘛，马克宏是赢对手17%，成功连任。这嘛是法国20年来头一个成功连任的总统。严格也对手马林勒庞的得票嘛是极右派势力有史以来得票率上高的。那6月份的是因为举行议会选举，这嘛关系到马克宏未来政治路途敢会当顺利。马克宏即届甲5年前以政坛新人所得到的成绩比起来差真济，得票为32%，缩小剩17%。全国4870万合计选民内底，28.22%，相当是1300万选民选择弃权上野外投，是1969年以来的新高。阁有300多万人投空白票，也是废票。Je pense enfin à ceux qui ont voté pour Madame Le Pen, dont je sais la déception ce soir. Non, ne sifflez personne. Depuis le début, je vous ai demandé de ne jamais siffler.开票结果一个公布，巴黎、马赛、里昂、图鲁斯、南特这些城市出现反马克宏的示威，其中真侪地点阁演变成警民冲突的场面。另外一方面，第二届挑战大位的勒庞，20暗时伫个巴黎竞选总部出现，感觉虽然失败，也是真光荣。2002年，伊的爸爸圣马里勒庞是64%苏豪斯哈克，即卖伊摕到1300多万张选票，创下法国极右派政权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Ce résultat constitue pour nos dirigeants français comme pour les dirigeants européens le témoignage d'une grande défiance du peuple français à leur égard qu'ils ne peuvent ignorer et celui de l'aspiration largement partagée d'un grand changement.选后，左派的解放部头版以马克宏连任，爱感谢上座票第一。为投票结果来看，第三势力激进左派梅兰雄的支持者功劳真大，有91%的人为了阻止勒庞，所以把票投给马克宏。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镜头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咱政府即马正在推动要恢复一年兵役。国防部即马正在研究和预备役的阿兵哥优先编制每一个作战区新编的步兵海换守比例，会当随加做会当用的兵力。啊，那其他的部队共款是维持全志愿役，甲职业军人的编制甲训练会拢无共。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东部空域高度2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处理。如果早起有真侪台中将军机进入咱西南空域，其中一个有较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面对对方无放弃对待动武。至于讲啊，咱国伫东部海域空军完好军事演练，国家的关心是是要恢复一年的义务役，强化国防战略。虽然国防部讲啊，国咧研究，不过传出那做义务役日期又长，可能投入各作战区新编成的新训步兵海化守备旅，加现有的志愿役部队分流，变作两种制度。国防部对这样代志无管理评论。有关征兵役期的调整，需要综合考量敌情威胁、防卫作战需求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目前国防部仍然在搜整各界的意见来审慎的研议，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学者分析，义务役甲志愿役两种制度，依照服役年限最少，分别接受程度无同的武器训练，比较较袂对目前志愿役的战略甲运作造成冲击。另外，提轻武器的义务役部队，战争的时阵会当负责限制敌军攻击部队，为志愿役装备部队创造打击的机会，执行阻挡敌军的任务。义务役官兵可能就是服役一年左右，那他操作就是基本的轻兵器，包括机枪、步枪、榴弹或火箭筒等等的，所以他担任守备任务是比较符合他的战绩跟专长。那志愿役部队由于服役五年。那他可能操作一些高价的武器，比如说标枪飞弹、刺针飞弹等等的，所以可以担任就是打击部队。那做用两种制度合作分析，志愿役部队都唔免过另外派人力训练管理义务役男，不但降低人力管理成本，也当专心伫个个装备部队的战训本部。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大车拼，咱来关心自控制之巴西听众奥运，五月七日、五月份后个月要伫巴西举行。咱台湾队即阵即摆计共有39个选手去参加八个比赛项目。今日咱来看空手道这个项目，即届有6个选手，有老将、有新人。啊，那中生代的柯一豪，伊的体能、经验、甲心理状态，即嘛拢真好。每一个选手嘛拢真有信心，希望伫个比赛场会当摕回来好成绩。一边过一边在练习，把握时间调整到上好的状态。面对两个问题，选手太年轻，选手太资深，然后中生代的一个，那大概就是我们设定的目标。教练所讲的中生代就是柯一豪，都将伫咧四月初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标枪项目破全国纪录，是田径选手也是空手道选手，所以继续准备空手道的比赛。有之前听奥的经验，现在比赛心态比较不受外在影响，心理比较强壮，加上上周标枪破纪录，让我更有自信。2013年索菲亚听奥不提铜牌，即马心态、体能拢已经调整好啊，要阁全力抢牌。队内还阁两位老选手，卢金芳2009年听奥不提过金牌，2013年阁提银牌。即马伊已经做老爸啊，即边伊要为五岁查某囝立战。我希望比赛拿奖牌，可以当女儿的教育基金。56岁戴文基专门讲空手道型的项目，就是将技法串联起来动作组合。容忍每个人要展现自己的长处，就算老了、年纪大了，还要能够继续学习，拿出最棒的表现。虽然有岁啊，也不过因对空手道的热爱拢无变。老人带新人，甲戴文基最近搭配高文虎。即马还阁伫咧读台湾体大，今年会毕业，希望用比赛拿出一张好看的成绩单。即边巴西南卡西亚斯听我空手道南派六位选手，其中两位是台北启聪学校培养出来，陈碧涵去年高中都毕业，吴俊涵今年也才高中三年，因的教练是北创的体育老师。抓第一时间，好，看他动，距离 OK 了，马上。要更快，
外号叫做大牛的曾玉和，靠虎手有难要用，和选手是怎样练习的重点？我们不知道对手有多强，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两年勤收这件事情有点困难。然后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训练，还是他们训练得很强了。那备战的多好，不好评估。但是我们水准是很显著的提升了。空手道的选手拢是因为对这项运动的热爱，才有法度坚持落来。虽然面对的是迷你的选手，但过因拢是勇敢接受挑战，全力拼。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男子篮球这个项目，这届有真侪老将因为爱上班爱做事，无法度参加比赛，所以这一届咱的代表队七个人有四个人是新人，因平均的年岁是23岁，平均的身高是176公分。面对人老少少的后备球队，咱要安怎应付？教练是表示，爱守好篮板，配合好到达，这就是赢球的关键。一直练习快传球拿，努力加强基础动作。这一届男子篮球代表队七个人当中，有四个是新人，只有3个拍过顶一届天赋，而且平均年岁23岁。面对经验不够的少年球队，教练注重是加强团队的斗打。第一次这么年轻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练习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的球员5个人有5种想法。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他们5个人是想法要交集。这摆代表队的身高也较矮，平均差不多是176公分。要如何打败关大后备球队？教练表示，顾篮板是上重要的关键。首先，我们的篮板，挡人篮板要非常的确实，因为这一项是我们听障选手呢最缺的地方。郭金库的这阵落地队长上冠，身高185公分的队长郭泰妍身上，伊拍过2届听障二分，是队长经验上丰富的选手，也负责传承经验的进步。鼓励他们，不要害怕面对他们。同款拍过听障二分的吴尚哲，虽然只有22岁，但过15岁都加入听障代表队，国际比赛经验真丰富。目前也是北市代篮球队副队长，因为安怎让听障球员在场顶拢知指令，也是一件重要的代志。在场上沟通会有些困难，那在一般的就可以带助听器，在沟通上就可以用讲话了。但在听障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眼神，或是手语，或是对到眼神之后再沟通，然后用笔的。除了清楚知影指令以外，教练认为进攻的时阵千万明白，啊，那无就无机会了。你不是很好的决下空档，你出手的话会被人家反打快攻，马上20分就挂上去了。所以你如果是一定会得分的，这球就绝对不能慢。过去男子篮球队在2009年台北听湖北摕过第8名，这摆篮球队全面换人，教练讲这摆无有设要摕第几名的目标，看重是大家爱提出态度，让对手知影咱是有准备的。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这阵疫情关卡，真侪人要买快台汽车，也唔过二倍有嘛买无。伫台南是有民众讲，伊去买着病毒抗体快台汽车，这是爱验货才验有诶。台南市卫生局表示，因已经甲业者警告啊，袂使安尼先乌白买。另外，毛家在西药房有进货，也唔过一进货10分钟就随风抢了了。打开物流箱，甲拄到货检查汽车一个放起去。外州民众早起就来排队等药妆店补货，要公司头家家己来买，要给员工来备用。我跑了大概6家吧，都缺货。然后后来在刚才松山路，昨天有买到几盒。那但是因为公司，我想说多放几盒，有时候员工有问题可以测试。本土的确诊病例大大增加，加上未来防疫政策以检查取代隔离影响，检查汽车根本无够。伫台南有发生业者甲抗体汽车摕来卖情况，民众以为这就是检查汽车，卖了后感觉被骗去，又叫公司进货时出唔对。礼拜五半夜凌晨到，礼拜六一打开，早上一来就开始打开了嘛，啊就早上一大早就有人过来拿，就我们一上麦一看。真的是不太对哦。坊间现在卫福部核准的可以在家里面使用的试剂，就是家用的抗原快筛试剂。那抗体的快筛试剂，它是需要透过专业人士跟合法的相关合法的检验室的设备去做一个检测。
检查器材买无，即阵要求拢收到民众有定需求，不过有所证实，即阵订货真困难，因为检查器材业者因应政府即要实施的检查是名字，因提供给民间所卖货量比过去大幅缩减，价格也一直跌变。所以说，厂商在备货的时候也是赶快备给政府的实名制，所以相对它在市面上自由流通的量就相对的减少，对，所以说真的比较难订。健保署证实，检查是名字系统第一阶段比较最暗的是名字，通路以邮局为主，依照身份证号码、码数、单箱号分流买，相关细节也由指挥中心讨论了公布，详尽五月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规模上大的社会主体中立一号，即将有1374户，五月初三到五月十六会使去登记。出税是照附近的行情拍八折，有人是讲安尼真合理，也毋过嘛有人认为讲，即对少年家来讲，出税处的负担也是真大。厝内拢有负冷气甲家具，做人只要一卡皮箱，就会当带入去。桃园社会主体中路三号甲中立一号有1374户，从五月初三到十六朝早，那租金是落伫5000至23800不等。大多数民众拢认为合理，也毋过也有人认为，对少年人来讲负担也是较大淡薄啊。便宜啊，它的空间蛮大的。所以你觉得这样的租金是便宜的？以在这个地方来说，对。这边一个套房就要5500了。主题发展处表示，社提租金是按区域行情原则来定的，同一个房型依照家庭成员平均月级不同，租金也不同，分作五级。中立一号一房型19平，每个月6300到11100块；二房型30到34平，9700到17700；三房型46平，16900到23800。如果月所得越低的话，那他的缴的租金相对来讲就会比较低。那如果呢所得比较高的，那租金就稍微高一点。这个就是分级租金的一个精神所在。租客他进来这边，他的生活机能其实都算还不错的，所以在租金上面呢，原则上他们是以比较低于行情约大概8折的价格在出租。有房仲业者表示，社会主体是全新建筑，设备较新，也有完善公设。租金要甲同级市场租厝行情做比较，也讲到桃园市几个社会主体拍拍过去选地址较偏僻的印象，生活机能条件拢算袂歹，也搁较适合住。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台艺是台中北雅的故乡，当地国校啊有设计北雅的相关课程，伫学校内底菜园啊种北雅，搁邀请农民来教学生囡仔安怎采收、安怎挂。有农民店边啊，倒记得台中台艺上峰国小五年啊学生，总算会当采收家己种的麦啊咯。自旧年底播田到今，经过学生啊轮流照顾，即马看到成果，大家拢笑嗨嗨。就是看到那个小麦成长的过程，然后觉得哇，这个东西竟然可以一点一滴的成长，我觉得很稀奇。可以看到小麦的成长，还可以采收小麦。实际的去体验，答应讲安尼来种哦，啊，互因后盖知影讲种作哦，安尼知影我这小妹生得好，基本了真正好。台艺是麦爱故乡，上峰国小嘛设计主题课程，去年底甲台艺农会合作，学生伫学校农场种麦啊，对落肥、阴蚕，甚至是刮七蕉啊，拢有农会派人来指导，学生啊甲种麦啊的知识学透透。分享给低年级他们，然后给六年级们做毕业帽。把手推出来，把小朋友就接收起来。这挂挂落来的麦啊是真重要。五年的学生爱把麦啊交予二年啊、甲六年啊，予因摕去做册写啊、甲毕业帽啊的麦穗。正做这项课程，正特别的传承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人行道顶下骹有当时啊会放顶一挂刀啊、椅啊，也是盆栽，也是奥多拜，这是互身心障碍者要过是真不方便。台南的行政团体最近有出来呼吁市政府，应该有具体规范，嘛爱确实来管理，来保障身心障碍者的过路权。身心障碍者要出门，人行道障碍算是一关又过一关，时常有盆栽、机车、变电箱、各种广告的机啊顶路，互因感觉真不方便。我这边有盆栽跟机车挡道，好，所以整个呢，我们人行道无法畅通，行动不便者或是父母亲推婴儿车，
你根本行人到这边也没有办法过去哈。主攻行政协会就指出，在台南有一挂重要路段的人行道，拢予盆栽、机车顶着路，因希望政府会使划飘线，规范机车，甲一挂障碍物拢刷走。行动不便者更需要来户外活动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共设施的环境。那我希望啊，我们公部门这边啊，能够来协调怎么样把这个盆栽移走，还有禁止啊机车的停放。让我们整个人行道都能够畅通。市府也回应讲，会阁去调查市内的人行道，把这部分规划好好，让身心障碍者出门袂拄到这款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政府是把嘉义大学林森校区无得用的教室，摕来给服务身心障碍者的协会来设会所。负责经营协会就表示，这个所在会当安排更加侪活动，会当让这朋友甲社会当互动，对因真有帮助。精神疾病的朋友甲社工伫灶卡无用款了，嘛讨论活动的安排。这个新的会所用鼓励参与的方式，增加精神朋友的信心。协助因来面对社会。他们来参与会所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呢，他们逐渐的在自己的参与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一个自信心，所以他的一个对社会连结的一个主动性会出来。嘉义市政府邀请善心社会团体到帮站，利用大学玻璃使用的教室改造精神疾病的会所，已经进行落成。未来暗算伫这个会所，要来照顾200位精神疾病的朋友，去训练伊，伊会当吼去想看卖，伊今日要安排什么款的工课，啊，想要做什么款的代志，这其实卖当去训练到伊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互伊有这个能力，会当回归到伊日常的生活。这种用协助方式的服务地点，目前伫中南部县市是第一间。经营的协会指出，朋友拢是会员。九十外平的空间，会当同齐的时间，七十名会员来运用。社会局也表示，伫市内另外一区嘛，已经规划第二间，希望照顾家己市有需要的朋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五一劳动节劳工有休假，代替的员工即马已经放掉工。五一劳动节因为依法休困，依法休假，因无要加班。代替昨昏嘛，伫各地进行演练，应变讲模拟代替的人员协助旅客去改坐客运、高铁也是公车。交通部长王国才嘛表示，会继续甲工会参详，希望有机会会当挽回。若是讲会成，就看办事调整火车班。不好意思，方便台东，目前没有车，那我要怎么去？高架车一代替全面无发车，那也是有旅客到车头来询问要安怎做。代替二哥伫台北车头安顿，提供旅客高铁、国光客运等等替代方案。针对部分国光客运无多到的车站，搁再提供游览车支援运作的类火车，目标是让所有旅客有车通坐。我们也协请了铁路警察局，还有跟公共单位，就是高铁北捷、桃捷。还有我们的国光客运跟台北转运站一起来做资源跟彼此的互相一个协助。交通部长王国才到现场时才表示，已经开始有工会对话，尤其是火车司机驾驶联机会一部分。王国才表示，目前伊也是希望有登车的机会，若是沟通成功，无排除会使临时开车班。针对条里面哪一些他们所疑虑的部分，那我们会一一来讨论。我觉得再退回的话，公司化就遥遥无期。工会表示抗议的时候，就用非常强硬的手段，就是情绪勒索工会。那最应该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正面的回应工会的问题，好好的跟社会大众交代说，就是他们认为公司化等于安全的这件事情，要如何画上等号。针对这件代志，代替企业工会并无接受记者的访问。今天的演练在全台国的车站举行。王国才表示，演练结束了后，类火车车班详细应变计划等等，会在二六召开检讨会议，做较有效的调整。日期中昼在代替网站公布完整规划。记者郭本亮随台北报道。嘉义布袋新闻，嘉应庙冲水路迎客王是当地重要的民宿，因为旧码头无下需求啊，县政府即马按算要拨经费来整修。也是明车日去桥啊内底，已经有180多年历史的新闻冲水路迎客王准备要来开始。为了要让这个民宿活动有更加好的场地，嘉义县政府嘛正要进行王船码头的整修工程。这个观景台啊，这个部分要改善，然后在这旁边的硬铺面，那再来就是入口意向，我们从马路这个外头马路走进来，整个这个
这个马路的空间哦，我们是要旁边要植栽。安全问题设施嘛真重要，因为迄桥骨吼，咱大排起哩吼，啊人起哩吼不一样，所以就是爱改善。嘉义县布袋新闻的冲水路也启用，自2009年登录做嘉义县民俗文化资产，逐冬拢有真侪人来参加。这届征收主要针对王准码头平台水准护栏甲周边环境，希望来加强安全甲景观。底下的搓沙或是怎样，我们整个就是建筑的整个就是打底的所谓的水泥的工程了，啊，一些我们下去或是上来都会比较安全。县政府表示，今年冲水路迎客用的活动，按算伫4月底起举办，有配合防疫缩小规模。改善工程会伫活动结束了后来开始，工期大约是4个月，按算要伫今年11月完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甲镜头来去墨西哥。墨西哥的负责人正在受暴力攻击，甚至被杀害。有一个18岁的女大学生，伊坐计程车了后，煞失踪去。半个月后，才有发现伊的尸体被等伫一间旅馆的水池啊。这个案件是引起当地附近人真火大，惊上街头抗议政府介入。在墨西哥街路顶，真侪妇女伫咧抗议，因沿路打协助找失踪查某囡仔海报，拍检察官办公室大楼的墙，谴责当局办案速度真慢，无效率。这边抗议是因为有一位18岁女大学生德班西，伫北部城市蒙特雷失踪满2礼拜了，被人发现伊的尸体伫咧一间旅馆的跳水池内面，死亡原因是头受重伤。德班西的老爸指控警方搜查过这间旅馆几落遍，拢无找到人，一直到旅馆的员工闻到臭味，才找到查某囡仔尸体。调查发现，德班西4月初8甲朋友庆祝了，一个人坐计程车返去，好司机等。伫咧路边，一个翕伊徛伫咧路边的相片，尾仔伊人就失踪。有报道讲，这个计程车司机之前有因为绑架妇女甲骚扰接受过调查，伊当阵有想要对德班西性侵，这件代志震惊墨西哥社会和当地妇女心内拢真惊。Pues he tenido compañeras que han sido desaparecidas, que han sido violadas, que han sido etcétera.y que no se ha hecho al respecto nada. Ahorita pues llamaron la atención algunos focos de algunos casos específicos, pero bueno, esta es una realidad que ya nos rebasó porque es una realidad que ya viene de muchos años atrás. 有一位参加示威的妈妈，告诉妈要找无伊失踪的查某囝。Porque las autoridades no hacen lo que tienen que hacer con tiempo y norma, ¿no? Cuando hay una desaparición para ellas son ausentes y extraviadas.Y todavía siguen con el argumento que tenemos que esperar unos 72 horas para dar con su localización. 墨西哥妇女遭受暴力对待情形真严重，去年就有1010位妇女被杀害，今年到即马有1600位妇女失踪，其中800人到即马依然找无人。除了要求司法单位赶紧把歹徒抓起来，因更加希望政府改善大环境，还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法国西华比苏开馆今年到今已经发现400只死亡的海豚，海洋保护组织是认为讨海讨过头啊、放粮啊，这些鱼骨拢是造成海豚死亡的主要原因。环保团体即马嘛呼吁法国政府要有作为，若无海豚会灭绝。一群 NGO 志工跟一只海豚的尸体走在路，这是抗议行动一部分。伊希望行过路过民众看到，拢是会海豚啊，引唤起动保意识。He was caught in fishing gear and the trawler nets. He died of asphyxia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详细解说海豚的死因，抗议行动有效，让民众开始反省。We stopped to check and see if it was real, and we were shocked. That makes us think for sure.但是保育类动物的尸体应该交由主管机关来处理，动物团体公开电视恐惊意见犯法，相关要有3年有期徒刑和罚15万澳元。口说是因一直以来拢在海边巡逻保护海豚，但是真正杀死这动物的是渔船和渔民。今年已经有400只海豚被发现死在海堡，而且90%以上身躯拢被鱼网啊伤害过分者，因为有的渔船会用海底死亡之像的流刺网来抓鱼，就算体积较大的海豚也都被过。在法国西华比斯开湾，只有20万只海豚在这生态，动物团体烦恼这可能会进一步造成物种灭绝。
法国政府想要改善这种情形，提出其中一个建议，是让渔民在渔船加装声波发射器，利用超音波在水中传播和反射，去探测海底生物。If we install repellents on all the boats, it will be like chasing the dolphin away from its feeding area. Instead of killing them in a net, we would be killing them by starving them.未少环保人士呼吁，爱用特定地区禁止钓鱼啊，其他地区改用传统方式钓鱼。不过相关建议和法国渔业部门拒绝，认为爱用更加多资料来证明。加拿大法国过去30年都十万只海底啊死在海边，为了不被河族群灭绝，当局已经启动3年的调查，要来研究如何和生态甲渔业并存。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再来天气，玻璃仔来关心今天是各地高温烧热，爱说是过头了后一路西北风。啊，那拜三受东北风影响，明仔北部、东北部会小可转凉变天。后礼拜一日是今年五霜好季，头一撮方面就会较贵，转台湾拢会变天，卖落雨。再来关心今天是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高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1度。外岛的温度是21度至30度。